叭叭叭叭叭，嘿嘿嘿嘿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赵金赵金子，耶！现在是呢5月8号，然后呢，这礼拜呢，大家都要开始过母亲节了，大家母亲节快乐，耶！我现在呢在整理东西，然后整理东西整理完，我就要回高雄啦，就是我杂乱的东西。耶，我回家了。然后这个是芦笋，同学给我的。哇，同学妈妈种的芦笋，好大根哦，很粗一根呢，一根差不多跟手指一样粗哎。然后呢，我同学寄给我一箱，然后呢，一箱里面有大概5捆左右。然后一捆大概就是7到9根，然后这个是芒果，另一个同学的爸爸种的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然后它现在颜色就橘橘红红的，它可以放到黄一点再吃。到崇文啦，其实我不太知道怎么挑菜，但就是挑顺眼。我看一看就看到这里了，这样东西都买完啦，然后莫名其妙就多了一个洋芋片。胸皮啊，就摆着摆着，好脏，不要这样啊，这样子，看到没？这样子，然后一边转动，一边跑。这个是要做汤的，这是要炒蛋的，这是要炒干贝的。你吃的时候不就吃？而且还有那个蒜辣椒，对呀，还有番薯。然后要开始炒了，大概多少？让这个汤自己煮，然后我先来备其他的料。正式重启禁令也开始。
到球场回归正常。不是开放各球队恢复训练，球员也开始准备球场备战随时可能复赛的2020球季。如何？我说如何？一到十分。我应该不错。我让我都是几分？我的厨艺一到十分。一到十分呢、啊？嗯。这个应该只有七分，因为卖相真的是很不好。Hello， 我现在要来做芒果冰沙。然后这个芒果也是我同学种的，然后大家如果对芒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跟他买芒果，不是业配哦。然后一样呢，准备果汁机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母亲节当天，现在我要去家庭聚会聚餐，就是跟我的阿嬷，然后舅舅、舅妈、表弟、表妹、表姐一起聚餐，所以我现在要来化妆喽。当化好妆了。是我今天的妆容，我觉得重点是我的银眼，这是芦笋，看半芦笋，拍了吗？没有，拍了。这边可以吗？Hello， 刚吃完饭，然后进来厕所，上厕所，顺便可以补个妆。然后我今天擦的这个口红是兰蔻的润唇膏274，超好看。然后大家，你有发现我的银眼吗？我真的觉得银眼很美、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很漂亮。滑倒不难。Hello， 耶、yeah, ！我要坐火车的，要回台南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已经回到家了，也回到熟悉的背景。但呢，我现在呢要补妆，因为呢今天还没有结束，我决定要去外面酗酒。啊，没有啦，就是去个酒吧，然后放个松。大家母亲节快乐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！抽奖时间，抽奖时间，大家最期待的抽奖时间来啦！耶、yeah! ！那这次呢，最大奖我会抽出一支呢，我最近最爱的兰蔻的274唇膏。那它呢是新出的唇膏系列，跟我之前介绍那个274唇釉是不同的。我现在嘴巴上擦的就是这个，然后我觉得它呢跟274的唇釉颜色一样漂亮，而且它是做成唇膏状的，就是很方便携带，然后颜色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，是不是超漂亮的？所以呢，我就决定呢要抽给大家回馈大家，那呢是全新的，不是我用过的哦。这那除了这支兰蔻唇膏呢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好礼，然后呢我会在抽奖文上面公布。那要怎么得到这支专柜唇膏跟其他好礼呢？第一步呢，当然就是要先到我的 FB、IG 跟 YouTube 呢都要有订阅、按赞。然后第二步呢，就是呢要去按我 FB 会标注的芦笋跟芒果的粉丝专页赞。那第三步呢，在我的 FB 抽奖文下面留言呢，标记两个好友，并且把贴文公开分享就可以咯。留言不限次数呢，只要每次都标记两位不同的好友就可以重复留言哦。所以啊，得奖几率真的很高很大，奖项也我觉得也蛮多的，就是有乳液啊、发油啊、精华啊，就是都有。那我就决定呢，是非常感谢大家，要回馈大家，所以呢，大家真的要踊跃去抽奖哦。
那大家呢，如果还有不懂规则的话呢，可以呢再把影片看一次，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到我的 FB 贴文上面，我都会打详细的抽奖步骤。那大家就赶快去抽奖吧，拜拜！要去抽奖哦，抽奖，抽奖，抽奖！